什么也别说，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。不是你不在意，不是你不想躲，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。哥文，正好约我晚上出去，我可能回到晚一点，你跟糖糖先睡，不用等我了哈。行。喂，知道了。哎，在哪儿啊？好，哎，我正准备出门呢。好，拜拜。哥文，我走了。
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来吧来吧，别喝了，沈总，来陪我跳下去好吗？您就不用再羡慕我们范总。好、啊。各位，啊，林处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。啊，看来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。你真以为有朝一日能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吗？处长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那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慢慢琢磨吧。山湾子有个水库工程。你到现场监管一下账目，一个月之内不许请假。
多谢领导关照，能多拿奖金是好事儿。你倒还挺实际。把这个带上，正好我昨天给织完了。山区粮还是自己家织的毛衣啊，李风寒。你媳妇呢？你这就要走了，她也不知道请假回来帮你准备准备。我给小李打电话了，他说他有病人，要过一会儿才回来。妈，我这一去时间挺长的，要过一段时间再回来。那家里您就辛苦了。还有妈，您帮我，你帮我留意一下小李。留意什么？你媳妇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有些人无聊，对他不怀好意。啊？还有这事儿？妈，您就帮我留意就是了。啊，这事儿您别和小李说。妈心里有数，你就放心吧。啊。哦，妈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范子敬先生吗？我杨克文。范先生，谢谢你能来见我。我马上要出差，咱们长话短说吧。好，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。老实说，你对我们家事的过多介入，让我非常不安。当然了，我也得感谢你，对我岳母和孩子的关照。我希望我外出的这段时间，你不要和我妻子有过多的交往，她是有家室的女人。当然了，我也相信范先生是有君子之风的人，不会干这种乘虚而入的勾当的。你这么说，要不要我给你写个书面保证啊？用不着，我相信你。是吗？那你今天约我到这儿来说明什么？相信我？那你是不相信你妻子了。再见。格文，身躯凉口冷，早晚别忘了加件衣服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没回家跟我妈说呢，这种事儿我不知道如何跟我妈说。那他叔叔吗？叔叔，叔叔啊！啊！帮你捡什么？帮你捡彩色纸，我的彩色纸。啊，来，拿这个干什么呀？好，那给你。车上时间太长了，教孩子写点这个打发时间。
的小孩。嗯。小家伙，来，把你叠的幸运星给叔叔看看，好不好啊？啊。叔叔，你看好看不好看？哦，真好看，这都你叠的？都是我叠的。哦。我要叠够1000颗幸运星，就可以跟爸爸在一起了，以后再也不用跑来跑去了。啊，是吗？是呀，幸运星可以帮你完成心里的心愿。来，小姑娘，你当老师，教叔叔做幸运星好不好？好。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格温今天出差。哟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嗯。哎呀，你要把淘淘带回来比什么都强。子庆今天没过来？他忙着呢，公司派他去谈什么项目去了。妈，嗯，你看你还是老样子，吃这些没有营养吗？你可要注意身体啊。我啊，就你这么一个妈。哎，没事。你爸不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后妈似的吗？我可不是成心想要气你，今天是你自己提起来的。提不提，已经大半辈子都过去了。你呀，把自己日子过好就对了。妈。嗯。要不你就成全他们了吧，以后我陪你过，你呀也该享点福了。你是不是想劝我离婚呀？离了有什么不好？你们都这把年纪了，再较劲儿也没意思。妈，我是觉得你活得太苦太累了。好啊，王小雨，你到底是老王家的人，你以为我糊涂了，想让我成全你爸爸是不是？妈，怎么是成全我爸呢？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幸福吗？你少放屁！你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你觉得满嘴脏话的女人很可爱吗？你觉得满嘴脏话的女人很可爱吗？你少来这一套，翅膀硬了，瞧不上你这个没能耐的妈妈了，是不是？妈，如果你跟爸过得好的话，我会这么说吗？像你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，还不如一切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，好好好，让你那个小后妈再给你生个小弟弟。要不，我给您端到这儿来吃。是不是你爸让你来的？妈，真的不是，咱不提这事儿了好吗？先吃饭。不，你要给我说清楚。妈，你想让我说什么呢？妈。作为你们的女儿，我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。我希望你能过得快乐，爸爸能过得快乐。可是自从我记事起，你们就在不断的伤害，不断的吵架。妈，与其两个人痛苦的生活在一起，还不如大家分开，也许这样你们都能好过些。让他好过，休想！除非我死了。
妈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没拥抱过，更没有亲吻过我。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贴近妈妈的脸。妈妈醒着的时候，从来不允许我离她这么近。我们母女之间的这种距离，使我无法了解妈妈在想些什么。而现在，我永远都不可能了解到妈妈的内心世界了。还有爸爸，虽然和妈妈如同仇人似的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彼此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伤害着对方，却在此时最应该得到轻松和解脱的时候，仿佛成了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。难道在他们无性婚姻的表层之下，还掩埋着最深切的爱情吗？喂，葛文，快回来好吗？
我妈去世了。到家了，这个我要带走。人都不在了，你还带着他干嘛？不管走到哪儿，我都要把他带到身边，直到我化成了灰。爸，你还是善待活着的人吧，以后跟小辉好好过日子，别再让他伤心了。小李，我要带着小慧离开这个城市。你们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你也别问。等我站稳了脚，会跟你联系。爸，你做了半辈子机关，又这么大年纪了，无论是打工还是做生意，都不合适你。你靠什么谋生啊？这个城市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了。人人都觉得是我逼死了你妈。不，是我不好，都是因为我。小李，你别哭了，你这一哭我都走不了了。哦，来了啊。你们说话啊，你们说话。那我先走了。我们出去走走吧，小李。你总这么关着自己，会得病的。我们去郊外散散心好吗？干嘛非要在这儿停车？小李，别再这样了，看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都怪我不好，要是我不跟我妈开口，我妈就不会。
还有什么资格当心理医生？我连自己妈妈的心结都无法。你应该知道，在遇到你和咱妈之前，我始终活在一种难以摆脱的内心恐慌之中。他老人家愿意认我这个儿子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幸福。但是同时，也唤起了我对灰色童年的回忆。从我五岁开始，我就和我的姐姐、姐夫住在了一起。为了把我养大，我大学毕业的姐姐嫁给了只是技校毕业的姐夫。那个时候，我姐家只有十来个平方，除了他们的新婚之夜，我一直和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只能尽量不去打扰他们。我姐夫当时很郁闷，抽烟、酗酒，最后死于肝癌。我知道，是我打扰了、破坏了他们本来应该幸福和谐的生活，是我连累了我姐姐。我的童年跟你的经历有相似的感受，虽然我是在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中长大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感受过家庭的幸福。记得有一次，学校组织去看电影，我特意多买了两张票，好不容易才把一家三口的位置调换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和爸爸妈妈唯一一次一起看电影，电影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因为我一直在黑暗里悄悄地望着他们。我多么希望这场电影永远都不要结束。我真的想不到，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的孩子的内心也会有这样的伤痛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最后是我伤透了我妈的心，是我害死了我妈。这不能怪你，你妈妈其实早就已经死于心碎了。小李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伤心，不想再让你难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能幸福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说过，爱你是我一生的事业，让你幸福是我最大的快乐。谢谢你，可是这辈子我不得不辜负你的辛劳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已经结婚了？对，就因为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已经是别人的妻子。那么你的那位丈夫，每次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这次你母亲去世，你最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他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了吗？如果他不能给我心爱的女人幸福，为什么我就不能给？小李，如果今生没有你，我也会死于心碎。要不我帮你接？不用，我是杨哥。为什么不接他电话？我妈去世那天我打电话给他，他居然说他赶不回来。现在他以为他打个电话就可以弥补一切，
喂，你好，杨先生，是，小李是在我这儿，他一会儿就到家了，我送他回去。好，就这样。杨哥回来了，他在家等你回去。他回家了，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吗？正常，我知道他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，我告诉他你需要他，他如果再不回来的话，我就替他尽责任了。在山沟里吃苦了吧？来，多吃点啊。没事儿，我本该及时赶过来处理后事的，可工地上走不开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什么也得请假回来一趟啊。嗨，人已经走了，葛文尽到心就行了。还是别耽误了工作，让领导批评。你说呢，小李？是，工作要紧。妈妈，你怎么不高兴了？是不是又想姥姥了？淘淘乖，快点吃饭。妈妈，姥姥一去世，你就成没妈的孩子了，就像一根小草。去劝他。小李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及时赶回来。我让上头发配到边远山区，身不由己啊。这次我也是偷偷溜回来的。啊！别说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心里也乱得很，我已经让姓林的挤到墙角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抓到把柄了。小林，你得理解我啊。我只知道，在我最悲伤的时候，另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轻轻触碰着隐藏的
上手。